海礁到了，起了个大早啊，到海礁了。今天六个钓友啊，都是排钩船、留网船、拖网船一大堆。沙船啊，两个沙船，双钩啊，下去。找一下水深啊，你再几米，再升高一点，放个35米左右。现在水深45米。40啊。中了，第一条啊！这个鱼在啊！哇！几斤尾？这一点。几斤啊？半斤啊。半斤应该没有。该是四个就是了。也是四个吧？对啊。哦，这么大！拜拜。可以啊！啊，第一次海钓啊，盖子都不会拿，就大黄鱼来一条。哦，来，那个这条还特别大，脸拍一下来。哇，第一次啊，牛逼吧？我中了都不知道，还说出来，中了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又来一条！啊，漂亮！哎，这条大条。漂亮！到处都有你，放这里了。42。阿杰，你是多少米钓的？哇，这条大。42。42。啊，中了。中不中啊？中。再放深一点。再放下去3米。没有前导的46，有前导的45。挂住了。我叫你过来挂两个下沉，挂两个的。嗯，一根两个都可以，一根上线了太少了。技术比重，才出了还地方一些比较有。我随便看见这个地方。啊，前面又来了。40，那你钓41。我有1米的切刀。漂亮，这条半斤以上了哟。丢了我，人生第二条黄鱼，人生第二条黄鱼，马上啊，马上可以出水了，加油，速度，来了，漂亮，小半斤啊，人生第二条啊，第二条来了，哎呀妈，我跟第一条差不多了，哎，跟第一条差不多了啊，漂亮。会中的，它鱼又不是在一条线上，都会咬的嘛。40啊。漂亮。上下面不要算，就算下面。漂亮，又一条。没有中，我也咬了一条。人家钓黄鱼，我钓了半。
鳗鱼。中了。中了。啊，又一个中条鱼了，中了。哎，咬了一口没咬中，不是说我。分量没有，我钓起来都肯定都很小。哎，我这个吃口奇怪了，都吃不牢啊。我也吃不牢，第一下吃不牢，第二下我就两口了。蟹没有了，蟹没有，叫他怎么跑得快、啊？哎呀，人家收一圈六七十公分，你收一圈三十公分。哎呀，那我临时装备呀、啊。黄有了啊！哎，又来了。嗯。放下去吗，高高？哦，这条可以。我把你抬出来好了。哦，你丢失了。我来丢失。进了吗？这条，哇，漂亮，鱼精啊！周姐，这个电力锁匙拿过去安检，行了，嗯，几米啊？12。这边也一条，这一条应该也还好的。哇！来了！又来了你啊！哇！哦，这条好。可以，这条啊。黄鱼啊，哇，这条可以。45啊。